中国大陆籍的运沙船昨天晚间在海峡中线以东翻覆，中方派遣直升机越过海峡中线救援。对此，国搜中心表示，秉持人道救援原则，中方的搜救行动都在军方与海巡的掌握中。空军司令部也强调，对于中共所申请的搜救机，都有全程严密监控。大陆籍鸿翔运沙船在西美的西南方48海里处翻覆，船上共有9人，1人被救起，8人失踪。接着分手地及指派中部地区机动海巡队的台中舰、金门舰及澎湖海巡队的3583艇、RV 洞山艇紧急前往救援。截至本日14时，接着分手接获台北任务管制中心通报，目前共寻获1人，4具大体，4人持续搜救中。国搜中心表示，27日除了海巡署派遣6艘次船艇前往救援外，陆军也派遣直升机前往搜救协助搜救。28日，空勤总队也将派遣直升机协助，希望能尽速找到落海船工。